主席早，谢谢，请坐，以及我们所有与会的代表。那我们等一下呢？那感谢东西观光局开了1500万，那我们张景坤市长把它带到这里，变成龙灯公园。管建户呢，因为要治水，把咱龙灯公园变成一个我们的志宏祠。那透过这个安内土地，和咱的这个龙灯继续呈现在这边，但是这里就变成了我们平时可以让小孩、大人多功能的一个使用。那让我们的这个一旦遇到洪水期间，这里就可以变成一个吞吐的地方。那市长呢也希望讲，大家都呈现介绍给更多人来了解哦。那这个是园林另外一个新开辟的一个这个休闲场地。那利用咱这个园林灯会，介绍给咱所有乡亲知。那除了园林呢，它呢有一些灯笼的一个发放。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西洲公园，还有我们的这个八卦山神灯，白。好，2024园林灯会哈。即将2月8号来做一个点灯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今年一个主灯完全不一样是在12年前一个台湾灯会一个主灯一个龙翔霞蔚聚拢在线呈现给所有全国的好朋友今年整个园区的设计完全不一样里面有一个旋转一个咖啡杯梦咖啡杯还有一个木马也有一些迷宫包括很多小朋友互动的游戏可以玩所以欢迎所有全国各地好朋友在过年期间白天可以先来逛园林寺白天来赏灯欢迎各位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的市长手上的一元副使金龙报喜，请投入。接着由我们的副座来投入我们的精彩的呈现，和乐融融。曹议员以及我们新鲜议员手上这个是好运龙来，好运龙来，现场来宾掌声鼓励。谢谢2024园林灯会。正式宣告起跑。